相拢上歹，看别人拢看人歹，开嘴拢讲是非心肠。啊，性情嘞，哦，这性情嘛是就是安那，咱定定，互咱的发自内心流露出来，咱拢无机会来做志工，咱拢来知影享受，唔知影要去干服务。性情，过来，咱的道求，啊，就来佛堂啊，啊，你佛堂咧做啊，啊，下个佛堂搁有遐侪代志啊，安尼，迄个要做，迄个唔做，啊，迄个做了好，迄个做了歹，道求，当你受考的时候，这是基本上资深的人才爱说你。当你受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变成道求，啊，我卖去啊！就问诶，自己的命运、自己的功果，自己要了。敢别人做诶，当替咱吗？没那个事呢。你化解卖来是啥物代志？你若像囡仔，甲妈妈着讲，我卖食饭，我卖食饭啊，三八肚枵，哈，三八肚咧枵。各位请，这基本的道理哦吼，所以咱爱记个吼，咱爱请行三思，三思第一件三思，就是咱爱定定，甲家己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储蓄，这个是习惯，储蓄的好习惯。再来第二件，咱定定有定来当志工。第三件，有闲的时阵爱讲好话。你敢互你看到你的心安那歹，你的念佛，你内心嘴巴闭起来，念佛的时阵。